养花最大的烦恼就是土里长虫子，你以为用杀虫剂就能将它消灭，结果没多久害虫又出现了，只需要把它埋进花盆里就能发挥大作用。120天内，什么红鸡蛛、甲壳虫、蓟马、小黑飞、白粉丝，土里的虫子虫卵再也不敢危害你的植物。它就是演绎防虫片，养花防虫变得简单又安全。